大家好，我是学长，欢迎来到学长开箱。那今天学长呢，除了刚刚提到的三个器材之外呢，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呢，就是2020年的台北国际咖啡展即将开跑了，就在11月13号到16日。那每一年的咖啡展呢，其实都蛮精彩的，大概会有200多家咖啡相关的厂商，包括生豆啊、熟豆啊、器材啊、教学啊等等等。那它的面向当然涵盖非常多，就是手冲、意式、塞翁啊等等等的，就是咖啡产业的相关东西是应有尽有啦。如果大家对咖啡有兴趣的话呢，学长很鼓励大家可以在这13号到16号的期间之中呢，去南港展览馆的四楼。那学长在这四天呢，也会在咖啡展的各个摊位上面为大家做展演。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看看学长看看其他的各路高手、各路明星的展演，或者是想要喝喝看我们冲出来的咖啡的话，一定要在这段时间里面进去咖啡展。那目前呢，门票都是可以免费索取的，但是直到11月12号，就礼拜四的晚上12点之前才可以免费索取，所以我会在底下放一个连结，大家只要扫 QR code 索票就可以免费入场了。不然的话，在当天就是需要门票的哦。OK， 好，那其他咖啡展呢还有很多相关的活动，譬如说有跑店活动哦，跑店就可以换东西，或者是有那个时光咖啡屋，你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喝到16家台湾的咖啡店，然后还有两个比赛拉花赛，以及还有个创意咖啡的比赛，这些内容呢学长会放在后面哦。如果大家想要看更详细的话，可以看我影片的后半段，或者可以去搜索台湾国际咖啡展的 FB， 那里面有很多相关资讯哦，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开箱的，就是这次展览里面提供的三样觉得蛮有趣的商品。因为咖啡展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生活用的咖啡器具啦，那不是有些是很便宜，有些是比较贵的哈。那其中有一些非常便利的小物，可以让你的咖啡生活更为方便哈。像今天介绍的第一款呢，这个叫做 Encode 2-1聪明定量尺哈，这其实就是个小物啦，但是对于没有电子秤的人来说是很方便。那 Encode 这个厂商呢，徐阳之前也介绍过，他们家的真空保鲜罐其实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是台湾设计、台湾制造的哈。那么这是他们后面的商品。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但是真的很好用哦。OK，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OK， 那这一边呢，就是可以挖你的豆豉，对不对？这个很单纯。但是另外一边的设计呢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们把这个拨片往这边推，然后你看到这边有一个槽哈，然后我放咖啡粉的时候、放咖啡豆的时候呢，我只要这样轻轻往前一推，然后往回推，它就变成固定量了，所以非常方便。OK， 我们可以简单来测一下，大概这样子一份是多少克。好，先来归零。OK， 把豆豉放进去，然后这时候豆豉会凸出来嘛，对不对？把这个往前推，多的豆豉呢就会被推掉。OK， 来我们来看看，这样呢大概是9.7克。OK， 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原则上呢这样的豆豉呢，你这样的一次的状况之下，就像是大概是10克上下哈，豆子当然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OK，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在没有电子秤的地方啊，或是你在户外的时候，只要有一个这个豆子，每一次都是10克。那需要一般来说喜欢用20克嘛，就2匙，那就可以让你的咖啡豆的使用呢更为精准，而且这个东西非常的便宜哈。那这类型的小物呢，在咖啡展中有非常非常多，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找找看喽。好，那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个。第二个要为大家介绍的东西就是 Tamago 的手冲咖啡壶组。其实 Tamago 这个品牌，学长之前也介绍过了。那它有一部分的手冲壶的部分是他们台湾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一个厂商。那滤杯的部分呢，是由日本一个很有名的叫 Omigami， 就是折纸滤杯二代所配合的。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OK， 好，里面呢就有分三个，一个是这个 Tamago 的。这个台湾自己设计的一个很可爱的单人份的手冲壶，吼，看一下。好，就是这一个，好，很可爱。Tamago 就是蛋的意思啊，日文的蛋的意思。好，可以看到上面是木纹的盖板，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杯垫，然后呢，身体呢是白色的烤漆涂层，哈，所以整体看起来非常的可爱，一人份的壶，壶嘴非常的小，很可爱。对，好。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是 Origami 的滤杯，好了 ，Origami 这个滤杯现在非常非常的红吼，世界冠军就是拿这个滤杯在做的，那这个是日本制的，非常有名的一个设计吼，排气速度非常的快，萃取率也是非常的好。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也是 Tamago 系列的下壶跟分享杯，这也是台湾设计、台湾生产。好，
好，有分为分两个哈，这个呢可以同时可以当做盖子的部分，就是下壶的盖子，或者是呢你使用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来当做这个 origami 用完的时候可以用来承接这个，它就不会滴到你满桌都是水哈。OK， 好。那这样一套呢，其实就可以满足一个人的咖啡所需啦。OK， 好，那我们就直接用这一组来冲煮一下。OK， 好，可以看到非常的可爱哈。那当然，如果你有电子秤会更好，没有电子秤的话，可以用刚刚的 Encon 来帮助你做一下辅助。好，那我们就马上来冲煮。首先先放栗子。那 origami 有分两人份跟四人份的。好，如果你要搭配这个 tamago 的壶的话呢，你可能只能用小的哈，因为大的呢它需要的水量比较多。那这个呢大概是 300cc 左右的壶量哈，所以就一般来说是从一到二人份。好，那咖啡豆呢我们用中研磨哈，大概是小飞马的5左右，小负4可能是 4.5 到4之间哈，不用太细，粉拍平，可以看到整组是白色的基调，然后呢配一点木头的色系，真的是还蛮可爱的哈。OK， 然后呢水温我们大概用90度，尽量装到满。好，然后上面呢有附一个小巧的指针温度计哈。好，那我们就简单来冲一个喽。好，那它的壶嘴呢是比较小。可以不用太紧张，因为它每次给水的量都不会特别大。OK， 好，先做闷蒸，中间哈我们还要给多一点，一、二、三，好，离久一点点没关系，它水量很小，再回中间，好，一样给40cc左右。好，闷蒸时间30秒以后，好，我们从中间开始给。也不用担心，你可以稍微在正中间，好，把空气捞出来以后呢，然后顺顺往外推，好，让我的粉尘呢能够扒在我的滤纸上面，这样你的风味呢就可以非常的清爽。好，到180，好，让它的水位拉高一点没关系，因为这个滤杯它其实它流速非常的好，排气作用非常的好，所以可以看到它其实水位拉得很高，但是水跟粉接触的时间呢是很适中的，流速很舒服，不太会有塞住的问题。OK， 所以呢，你就可以很放心的想绕圈圈绕圈圈哦，那也很适合这个壶。好，然后等到水快流完的时候呢，进行下一次给水。下一次给水呢，其实就是正中间给下去以后呢，顺顺的往外绕就可以了。中间给久一点点哦，给久一点点，然后顺顺的往外绕。可以看到哦，这个可控操控性还是蛮好的，因为毕竟它的壶嘴的管径呢比较小 ，OK， 300cc 刚刚好哈。那里面的壶呢只要一点点，大概有 10cc 左右哈，所以整个壶大概你装到满，然后给到90%左右，大概就是 300cc 啦。OK， 全部流完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整组好放到刚刚那个下面哈。它就是很舒服，你就不会滴的满地都是啦。然后你就一个人开心的享用你的咖啡就可以了哈。那我们来喝一口，水洗也加 ，OK， 就是非常平易近人，但是呢喝起来就是舒舒服服的风味哈。好，那我们就请下一个。好 ，OK， 那我们第三个要开箱就是这个 Cross 的黄金滤杯哈 ，Golden Filter 哈，就是黄金滤杯的意思哈。那这个滤杯呢，我们来打开來看一下。这个滤杯呢是日本设计的 ，OK，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哈。好，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滤杯本体，还有这个黄金金光闪闪的滤杯哈，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底座。那可以看到这个滤杯其实蛮特殊，因为它是不需要用滤纸的滤杯哈，那外面这一层。它是不锈钢，然后去镀金的，24K 纯金的，所以它确实是有一些黄金的成分啦，但是它很薄哦，是电镀的，是24K 金的概念，它是用一种技术叫做石刻腐蚀的石，刻痕的刻，石刻技术呢，让我这个金属上面呢会有很微小的小孔，那这个小孔呢，它可以帮你把咖啡粉挡住，但是水会穿过去，所以这样的技术呢就可以让你的金属。当做过滤层使用，因为油脂呢，它会跟着水一起下去，它不会被滤纸吸掉。所以这类型的商品呢，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呢？油脂感会特别的显著。OK， 如果你平常滤纸滤杯玩多的话，可以试试看这种没有滤纸的滤杯，可以感受一下它的油脂感。OK， 这是底座这样子。
放上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来充足了哈。OK， 那这种滤杯呢，我都建议大家，要么呢就是研磨度稍微粗一点点，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它你可以用筛粉器稍微把细粉筛掉，因为毕竟它是金属的，所以用久的时候呢，它还是会有点油脂的粘附在上面哈。所以你要清洗的时候，可能要比较认真清洗，或者用小苏打泡一泡。OK， 那如果你可以愿意把细粉呢稍微再把它过滤掉一点点的话呢，它的使用上面会更流畅、更好用哦。OK， 好，那我们就马上来冲看看。OK， 那我们咖啡粉呢用稍微粗一点点的咖啡粉哈，好，把它拍平。那我个人喜欢呢稍微用一点点角度，因为我的水是从这边进来的哈，所以呢我就这样子冲的话，容易离我的中心有点太远哦，所以会这样斜斜的冲。冲起来呢其实很顺手。好，我们准备开始充足了哈。那一样，开始先做闷蒸。好，给水，它有点像是梯形滤杯的结构。好，一样给40cc 的水。好，36。可以看到哈，虽然我没有用滤纸哈，但它下面的流速哎、欸、还是滴的蛮快的哈，就代表说它其实它的孔隙呢能够很快速的往下流的。好，那这种滤杯呢，我一般来说，如果我要表现出它的醇厚感的话呢，我可能就不要断水了哈，不断水的，用一刀的方式，让它从头到尾呢都能够有很比较浑厚的，然后喝起来口感呢比较扎实的一种方式哈。OK， 层次会没那么显著，但是呢，对有油脂表现的加成的情况下，也蛮好喝的。Okay， 好，就从中间给，然后呢水呢不要太大哈，中小水。它的粉层慢慢吃水 ，OK 好，然后让它慢慢的呢会呈现一个往上淹的状态哈，这个是很正常的。好，刚开始先给中间的部分，大概给到150左右哈，我们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控速，到150左右的时候呢 ，OK 我们可以顺顺的把水稍微放大一点点往外绕，让它的粉层呢全部都吃到水，可以听到哈。这时候水的声音非常的大声 ，OK 哈，代表它的流速 很好，然后呢，让它的粉水呢都能够完全接触，然后有风味能够被浸泡出来 ，OK 好，好可以看到，我们在高水位的时候呢，故意让它后半段进行比较高的水位，让它稍微浸泡时间拉长一点点哈，这样子可以让尾韵的口感厚实度可以增加，那就很适合这种金属滤网啦，因为这种金属滤网它的油脂特别强嘛，那我们就去强化这样的作用，喝起来呢就会跟用滤纸的滤杯不太一样，会有点醇厚度吼，那当然就很有意思啦吼，我们在玩不同滤杯的时候都可以用不同的手法吼，不同的目的性让它的表现特别的不一样。那咖啡展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产品可以看啦吼，所以大家可以去现场聊一聊，或是选择一下你比较喜欢的产品。哦，真的是蛮有乐趣的啦哈！你懂得越多，其实在咖啡展玩得越开心。OK， 这也是蛮好玩的哦。OK， 好，留完了哈，那么2分45左右哈，我们就留完了。OK， 好，那我们来试喝一下哈。那这种金属滤网呢，就是你完成以后就直接拿去冲洗就可以了哈。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可以稍微拿牙刷把那个滤网的部分呢冲一冲，或者是你可以用小苏打水泡一泡，让油脂去掉的话就会更干净，它的流速呢就可以维持到很好的状态。果然非常浑厚的油脂感，如果你喜欢喝起来的那个口感比较滑顺的话，这类型的商品呢还是蛮有意思的哦。OK， 好，那我们今天三个器材的开箱以及咖啡展的资讯呢都已经分享给大家了，希望大家呢事不宜迟，只要咖啡展的时候过去，反正门票现在也不用钱嘛，对不对？现场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咖啡可以供大家可以去分享哈，最好就是带一个自己的杯子 ，OK， 现场呢就可以环保不用纸杯，而且呢又可以有很好的饮用品质喽。OK， 好，最后我们还会放一点点那个咖啡展的相关资讯，以及我们在资讯栏上面也会放一些相关链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往下看喽。那我们2020的咖啡展见喽，拜拜。